那么今天呢，我们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师，艺术人文专题系列第十卷，研习代际与文化意味，这是年度主题。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戴锦华女士，大家欢迎。来和你们，以一个不恰当的身份，以一个不恰当的代际来和你们
所以请你们如果可以忍耐的话，我们就忍耐作为所谓的子世代，对吧？忍受一下新世代怎么去看待你们的文化，只想问你。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题外话，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我想在座也许有哈迷，也许不完全是哈迷，但是无论是否哈迷，在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的大都市当中，今年你很难忽略一个景观。这个景观就是《哈利波特七：哈七下》的省。那么，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大都市的这种核心景观当中，哈七下的诸种海报，影片的预告海报、影片的人物海报、影片的场景海报铺天盖地，然后在所有的海报上大大的印着那个著名的这个结束语哈，叫 "It all ends"， 一切都将终结了，一切都终将谢幕了。于是，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当然是以哈迷为主体，也就是说，以在《哈利波特》的前后两个十年，书籍七部出版十年和八部电影拍摄并上演十年当中，长大的一代或者不止一代人中间，它构成了一种狂欢节式的气氛。然后，整个人呢，好像沉浸在一种特定的狂欢之中。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我们说这个狂欢是一个，同时是一个终结，是一个告别式，而且这个狂欢当中携带着某种伤感，请大家原谅，在我看来当然如此。我说这份伤感，这份深切的怀旧，这样的一个回首当年追忆成长的氛围，在我的感知当中，我把它称之为稚嫩的沧桑。一个相当如此稚嫩的生命，如此稚嫩的面孔，如此稚嫩的这个情感，但是饱含着一份沧桑。在这个中文的各个哈利波特哈迷网站上，都有大量的使用这样一个字样，这个字样好像也成了某种哈迷们相互之间来分享对哈利波特终结，两个终结的十年，前后十四年、十五年之间，一个文化仪式的终结的这样的一个悲悼感，一种沧桑感，一种苍凉感，那就是白驹过隙。这样的一个词成了这个哈利波特网站或者哈迷网站上共同的东西，而在各个英文网站上，人们用另外的一些英文的表述法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表达同样的情感。于是很有趣的，我说，2011年在世界范围之内，在世界大都市当中，在世界的一代不止一代青少年当中，好像人们借哈七下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我称之为童年祭坛。人们在这个祭坛上去祭奠自己的成长，去祭奠自己的童年，去祭奠我们如何哈利波特如何伴随着我们穿越青春的画栋的沼泽，走向伟大，走向成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全球性的流行文化现象，全球性的流行文化现象。而且接着我在这就不去读那个表了，我实际上就是打印出来一共有四页之多，就是哈利波特哈七下一经上映，它就开始创造世界电影史的记录，比如说午夜场第一，首日第一，首周第一，然后这个一路创造下去，很快的这部电影进入了这个始终保持着票房排各种各样的排行榜的首位，然后进而他进入世界电影史，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有史以来最上座影片的第三名。他唯一没有超过的是那个伟大的好莱坞大神卡梅隆。他的两部影片仍然稳居世界电影史上最卖座影片的榜首，那么一部叫做泰坦尼克，一部叫做阿凡达。那么《哈利波特七下》屈居于这两个之下，成为全球票房的这个第三名。当然我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它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的话，电影史上可能有些影片仍然屹立不倒。它在不考虑在绝对票房国的意义上，它成为了票房第三。而继而人们发现，世界电影史上的票房前十名当中，
的总能量，在我看来匪夷所思的程度。它是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深度和广度覆盖全世界。同时，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它到现在为止已经翻译了75种文字，在世界上已经翻译成75种文字，在200多个国家发行，它的这个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亿册。那么据说全世界排在它前面的只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圣经》，一本书叫《毛主席语录》。说的学术一点，它成为了非正经励志类的榜首，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所有世界纪录当中。于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一个长达14年之久的哈利波特现象。有一种哈利波特奇观，有一种哈利波特流行，这是一个毫不夸张的准确描述。好，那么我们先从小说开始。我们说作者这个 J.K. Rowling 罗琳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那么哈迷们亲切地称之为魔法妈妈。据说在我做了这个讲座之后，得到了不少同学的肯定，甚至得到了哈迷们的宽容的认可。他们唯独有一个愤怒的这个表述，是觉得我对 J.K. Rowling 不够尊重。OK， 那现在我会小心一点哈，以便保护我们哈迷们的美丽的、深切的，但好像有点脆弱的情感啊。那么我说，J.K. Rowling 罗琳，他在多达7部的系列长篇小说当中，我们可以无保留地说，他盘活了一个古老的艺术。好像一个古老艺术，我们曾经以为它已经在文学意义上死去。这个古老艺术就是说书的艺术，说书人的艺术，而且是 J.K. 罗琳复活了长篇系列小说的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意义上复活了长篇系列小说的奇迹。就是多达7本啊，一部一部出版，而每一部的那个热络程度是更胜前部。那么我们在这儿不去展开去讨论系列小说、系列电影的特征，它至少有一点使它具有某种大文化工业的潜能，那么就是它给我们一种认同的经济学。就它有一种认同的经济学，什么意思？就是第一本，当你读过第一本以后，你会期待第二本。因为当你阅读第二本书的时候，你的进入故事的那个所必须做出的投入已经降低了很多，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人物他们的基本性格特征、他们的人物关系、叙事基本脉络和风格，所以系列性作品的它具有潜在的工业和市场潜能，因为它自然的、天然的携带一种认同经济学，同时比7部之多的系列小说更成为奇观的是，世界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围绕着一个人物、一组人物、一个故事线索拍摄了多达8部之多的连续电影。我要说明的是，系列电影也可能可以拍8部连续之多，几乎不多见。但重要的是，这不是系列电影，因为所谓系列电影意味着只有一个故事连续，每一个故事是连续的，而多达7部的《哈利波特》，它是始终一条延续的故事线索，一个不断推进的故事线索，所以标准程度的故事片，而且每一部都是2亿美元以上成本的大剧片制作，连续生产8部，在世界电影史上是一个记录。好，那我们再回暂时先讨论电影，我们再回到罗琳的写作上来，我说他盘活了古老的说书艺术。那么我们如果转回来真的去考察哈利波特的故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哈利波特的故事采取了一种古老的谣曲、古老的歌谣、古老的民谣、古老的说书艺人式的叙事方式。大家稍稍回忆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故事里包含着英雄的诞生、英雄被标记，对吧？哈利波特的闪电、英雄遭遇强敌啊，英雄成长，英雄遭遇强敌，英雄受挫，英雄得到
特殊的指点和帮助。然后英雄与强敌决战并战胜胜之，这是民间故事、民间谣曲的基本逻辑。不过是罗琳非常巧妙地把这个古老的英雄谣曲故事放置到了学校当中，放到了寄宿学校当中。我猜想，其实代际之间的猜想经常是愚蠢的，但是我做一件蠢事儿。我猜想，这个影片它这个小说最直观的迷住了它最初的读者，年轻的读者的是最初的因素是校园生活，是那种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没有和平与战争的年代，成长中的人们唯一拥有的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内容就是校园，对吧？然后这个校园当中的友谊，然后校园当中的坏同学，校园当中的好老师，校园当中的恶老师，然后关于校园的历史的传闻，对吧？这个窃窃私语及其传说想象之中的校园阴谋。那么其实寄宿学校七年制的这个 Hogwarts 魔法学校的生活成为了这样一个英雄成长、英雄传奇故事的一个恰当的巧妙的载体和空间形态。空间形态，那么我们再把它重新把哈利波特当成一个民间故事，你会发现它具有典型的民间故事的人物结构。在现代小说当中已经很少看到这种人物结构了。那么这个人物结构就是英雄及其帮手。那么他的帮手是谁？很简单哈，就是三人组，对吧？是这个赫敏和罗恩三人组。那么后面加上比如说这个罗尼，加上这个 Neville 等等哈，所谓 DA 丹罗阿米邓布利多军。那么英雄及其帮手，但是更好玩的是现代小说当中很少再出现这样的人物，叫做英雄和施惠者。大家知道在我们武侠的小说当中，这个施惠者经常就是师傅，对吧？英雄是要在一个师傅的指点之下才能够获得他的奇异技能并战胜强敌。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毫无疑问施惠者的角色是由丹布利邓布利多来扮演，对吧？他是一个师傅，一个指点者，一个施惠者的角色。那么我们再看说，当然敌手是谁？当然就是罗德蒙，伏地魔，对吧？敌手是伏地魔。而同时，就像民间故事当中一样，他一定英雄的行为一定有一个发出者，有一个接收者。谁派英雄去做这个伟大的任务？那么当然也是丹布利多。和正义的巫师世界的正义力量是丹布利多，是凤凰社，是所有的正义和光明的力量。那么谁是接收者？这在民间故事当中这是最重要的。英雄做了这件事儿，谁得到好处？那么他告诉我们是全人类，是巫师和 muggles 所有的麻瓜们，也就是整个人类战胜了邪恶和黑暗。后边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展开，大家想象一下 Voldemort 这个形象，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联想当中他很像谁。在我看起来 Voldemort 这个形象有非常清晰的现代历史原型，他就是希特勒，毫无疑问纳粹白斯。因为它非常重要的是，沃特莫这个邪恶力量是以强调血统纯正，对吧？纯正血统的巫师及其纯正血统的人们，对于非纯正的马格斯及其巫师的放逐、排斥和统治。大家会记得魔法部的两组雕像，对吧？小说当中描述，电影当中也向我们呈现了魔法部的两组雕像。原来魔法部那个雕像是中间站着一位男巫，然后一个女巫。一个马人，一个家养小精灵，一个妖精，他们手拉手的充满爱慕的仰望着这个男巫。好，作为一个女性，我很清楚在我看到了男权主义的父权形象，但是没关系，这个男权主义的父权形象仍然在民主想象之中。当沃德莫及其黑巫师们他们占领了魔法部，控制了魔法部的时候，这个雕像被改变了。这个雕像被改变成什么了？改变成了黑色的大理石雕塑的一对男巫和女巫端坐其上，而下面是匍匐的身体，匍匐的身体构成了
是肮脏血统的及其 mothers 普通人。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这个黑魔法掌握了魔法世界以后，他们进行的清洗、种族甄别及其清洗，他们建立的那个极端残暴的逻辑，说如果你不是纯正的血统巫师，就意味着你是以暴力、阴谋、丑恶的手段夺取了一只魔杖。大家会记，如果是好像哈迷不多哈，哈迷们就会记得每一个细节。那么在这个细节当中，他会非常的残暴的把这种逻辑啊，这种纳粹式的逻辑非常清晰的呈现在那里。好，我们说我们已经看到洛姆是其实他借助了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型，而且在小说当中，我认为罗琳非常有意识的提醒我们这一点。当然不是洛姆，而是洛姆之前的那个黑巫师，叫做格林德沃。格林德沃和丹布朵曾经有过一场大对决，这场大对决发生在哪一年？发生在1945年。1945年是什么之哪一年？是人类正义同盟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结束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年。所以这种提示和联想是非常清晰和直接。那么我们说，原来这个迷中了一代以上的人，在这岔开几句说点好玩的事情啊，并不只是成长中的年轻人、青少年，伴随着哈利波特一起成长的人才是哈迷。我有一位朋友，电影系教授，我的同龄人，他就是一标准哈迷，每出一本新书，他就把前几本都抱来重读一遍；每出一部新电影，他就把前面的碟都请出来重看一遍。这是一位男教授哈，你这就是他的妻子和我有了永恒的，就是拿他开玩笑的话题，因为他是这么深刻的和彻底的哈迷。所以我说哈利波特的流行是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流行文化现象，但是不止青少年，它的覆盖甚至超过了这样的东西。好，我们说这样一个如此流行的文本，它就是一个古老的说书人讲述的一个古老的英雄传奇吗？当然不，这是古老英雄传奇的现代变奏版，现代变奏版。那么这个现代变奏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哈利波特所面临的任务，这个英雄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战胜一个一己的外在的强敌沃顿姆，更重要的是在于他跟沃顿姆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连接，有着深刻的外在相像和深刻的内在连接，对吧？所有看过这个小说的，或者看过《哈七下》的同学们，至少都记得，最后哈利波特悲剧性的发现，他自己就是魂器之一，在他身体里贮藏着一片沃顿姆的灵魂，他和他之间的联系已经超过了成长经验、这个社会态度、生命挫伤创痛的相像，而同时成为了一种不可割舍的，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终结的连接。反过来说，我们再去看恶魔，在真正的民间故事当中，恶魔、强敌、邪魔都是从外部而来的一种邪恶力量，但是我们看沃德姆丝毫都不外在，他就是这个 Hogwarts 的高优等生、高材生，他就是这个巫师世界和巫师教育系统当中正常成长起来的个人。好，那么我们说这个现代变奏，他把从一个外在对外在邪恶力量的这个跟外与外在邪恶力量的对决，转移成了同时是一个内在的文明内部的冲突、文明内部力量的抗争的故事，同时变成了一个自我与自我必然携带的邪恶而抗争的故事。好，这样尽管进行了这个现代变奏，毫无疑问，哈利波特的这个成功是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一种单纯、清晰、连贯、完美、充满想象力和有不无幽默感的这样一种叙事口吻，它使得我们在这个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再一次遭遇到一种似乎透明的文本，那个形式并不阻挡，那个形式
用我再更多的去引证，在这个电影当中，在这个小说当中，它不断重复的一个东西叫做，它不断的重复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再度给予我们一个古老的超越性价值，再度重申一个古老的超越性价值，这个古老超越性价值叫爱，叫爱。那么这个爱可以是最重要的，它强调这个爱不仅仅是爱情，它同时强调爱情也不仅仅像20世纪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只不过是性欲望、性观念、性关联的美妙代称。他强调爱是多种多样的，他强调爱首先是亲情。哈利波特的不死，哈利波特的神奇，是因为他的母亲为了对他的爱而舍生，所以母亲的爱给了他最永恒的古老的魔咒，这个魔咒是任何黑魔法无法破除的。他同时强调这个爱是友谊。在整个故事当中最为感人的是赫敏罗恩和哈利波特之间的友谊，他们共同所经历的成长，他们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他们共同生共死的这样一种情谊。然后他强调的是人们对于和平的世界的爱，这个爱使人们去面对挑战。那么最后四部《哈利波特》的导演 David Yates 说，这个要理解这个序列，我们可以寻找到两组关键词，这两组关键词是这样的，叫宿命与抗争，友情与爱情。我们是从这两组关键词来理解这样的故事。于是我说，对于伴随哈利波特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罗琳的写作犹如一份始料未及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完满的想象世界。这个巨大完满的想象世界好像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内心的触摸和抚慰，它再一次在这个今天好像丧失了任何超越性的价值、理想的追求、乌托邦的诉求，好像我们已经丧失了未来和愿景之后，突然遭遇到这样一个温暖的、完满的、有价值的、有超越的、有认同的世界。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哈利波特》的空前畅销。1997年到2007年，十部《哈利波特》依次出版，依次出版。前面我们说的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这个购买销售热议。最好玩的是，《哈利波特》和其他的以青少年，用英文的说法当中，人们有一种逻辑叫做 PC 逻辑 （Political Correct）， 也就是你在任何的表述当中不能流露歧视，不能流露歧视。比如，如果我说年轻人是有点歧视，说青少年有点歧视，所以这个在英语当中定位叫 Young Adult， 我们准确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年轻的成年人，上年轻的成年人。那我们说的就是青少年，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这个流行作品，它同时出版了所谓的成人版，大家不要做低下的色情联想啊，在这成人版跟通常的成人版没有任何关系。它变化了什么呢？我的一个在美国认识一个小朋友，他是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是大学3年级了哈，跟你们差不多啊，他是标准哈迷。他据说他在各种各样的哈迷的知识竞赛，我称之为知识竞赛当中，他经常拜唯一只有一个在纽约这个城市范围之内只有一个女孩子，他经常拜在这个女孩子手下。然后他给我的解释是说，赫敏一向就比哈利波特的记忆力更好，他用这个来解释他只是拜给这个姑娘。他告诉我说，哈利波特的英文版英国版和美国版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但区别主要在措辞上，主要在语词上。因为美国相对于大家也许不知道，相对于英国来说，美国更倒数，美国是一个更倒数的国家，所以有些词在英国的英语当中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在美国的英语当中或者美国的社会评价系统当中过分，可以做一点调整。而在英国出版的成人版和儿童版几乎没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区别换了封面。为什么？
要看封面，照顾那些不是 young adults， 是 adults。在地铁上，在公共场合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太不好意思，对吧？如果你拿着那个戴眼镜的小巫师的那个花花绿绿的封面，有一点丢面子，你拿着这个样子的，它很像是成人的读物。于是他告诉我们说，我的那位电影系教授的朋友并不是个案，也有很多成年人和孩子们一起迷恋这个小说，并且一直在追随阅读这个小说。然后是第二个十年系列，2001年到2011年，八部超标准长度连续电影被拍摄。好，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小说的代际与流行意义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图片。好，那么这是《哈利波特》的开启，《哈利波特》的开启。这是《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它的导演，《哈利波特》哈一哈二的导演是 Chris Columbus， 这个独自在家的导演，对吧？我们翻译成小鬼当家的导演。所以一如他的作品系列，前两部是童心盈溢，甜蜜可人。而且在前两部，尤其是第一部当中，我们如此惊喜地发现了一个高度的吻合于小说阅读者想象的哈利波特及其三人组的形象，他们是这么的圆润，这么的完甜美，这么的完美，这样的吻合我们的想象，这样的坐落并且汲取掉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好，这是哈利波特一二。然后第三部，他用了这个序列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导演，后来也将成为一个，这时候已经是不久以后，他将以更重要的影片成为国际性的知名导演，那么是阿方索卡伦。这个但是非常好玩的是，这部国际级大导演的赋予想象力的，并且给故事赋予了一些社会性阐释的影片，是整个哈利波特八部序列当中上座率最低的一部，很讽刺啊。好，第四部是这个尼克尼维尔又换了一个导演啊，火焰杯换了一个导演来指导这部电影。然后哈利波特哈六凤凰社，哈七这个不是哈五凤凰社，哈六这个混血王子，哈七死亡圣器，三部小说四部电影完全是由同一位导演来指导的，叫 David Yates。 事实证明他是整个哈利波特系列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导演，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导演在此之前是以电视剧导演而著称于世，在此之前他没有重要的电影作品导演，奇特也不奇特，因为长篇的斥巨资的充满奇观的充满电影特征的哈利波特八部序列，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版的电视剧，因为它是以叙事、以人物的成长、以连续故事而著称的，而不是用电影的奇观来影响到这个观众的。所以最后不是优秀电影导演，而是一个电视剧导演胜出，就非常逻辑了。那么于是也有人感慨，哈利波特旗下今年上映的这一部电影 IMAX 3D， 对吧？ 3D IMAX 的这个大奇观电影，而且这部电影我两部哈七上下我都看了，那么哈七上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我看的时候很难忍受，等看了哈七下我才明白为什么哈七上拍成那个样子，是因为哈七上全部都在铺垫，等着哈七下来进入戏剧高潮，它真是一个连续故事。而哈七下一进去我就傻掉，因为从第一分钟开始高潮戏，整部影片是由三个大的戏剧高潮，好莱坞所谓的戏剧性团块构成的，从一开始就是最后一分钟营救，对吧？一个最后一分钟接着一个最后一分钟营救，整个一个超标准长度的故事片构成了一个通常故事片当中用三分之一篇幅去呈现的高潮戏，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情景。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好，
刚才我要还要补充一句，我说这样的大高潮戏 IMAX3D， 但是导演仍然把重心放在人物、人物关系、人物关系所构成的情感呈现和情感冲突之上。所以有人感慨说，那么多的奇观，花那么多的钱做的奇观，导演没有充分利用，没有充分利用。那么这正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我在这要说明我的观点，也是请《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迷们向你们抱歉。我必须直接的说，我说它相对于《哈利波特》文化现象来说，重要的是罗琳的七部小说。《哈利波特》七八部电影，它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又可以说是极端成功。为什么说它是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电影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它最重要的目标受众是《哈利波特》小说的读者。它最重要的目的和它最大的限定是它绝不能够违背了哈迷们的预期、梦想和他们的禁忌。说的难听一点，八部巨额的奇观性电影，他们只是罗琳小说的插图版，插图版。所以我说它乏善可陈，其实不是影片本身乏善可陈，是我们用不着特别去讨论这些电影。但是我说它作为电影是极端成功的，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初，一位最早的一位著名的这个电影导演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朴素但非常重要，这句话叫做我首先要让你们看见。这句话好平常，但是其实非常的真切和非常的重要。电影是什么？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电影艺术的魅力是把不可能的事物以如此真切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罗琳用他的奇思妙想构造了一个魔法世界，构造了各种各样神奇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和行为。电影要真的把它复现出来，要真的把它复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定位的任务，电影也算不无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一辈子，好像快可以说一辈子了啊，的这个研究电影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电影，不是什么好电影，不是什么值得去特别的关注的电影艺术。但是它作为哈利波特流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恰当的，它是胜任的，也可以说它是成功的。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来分享一下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极端成功的视觉版啊，哈利波特的视觉版。那么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回顾一下这个漫长的十年当中的这个视觉形象的变化。好，哈利波特、派对和这个丹布尔，好，三人组。前面是我自己不喜欢不清晰的图片，所以我的框框就特别大，然后你们的电脑有点累了啊，他不听话。好，2001年第一部哈，《哈利波特和魔法石》。2002年，《哈利波特与密室》。2004年，《哈利波特：阿斯卡班的囚徒》。然后2005年，《火焰杯》。2007年，《凤凰社》。2009年，《活血王子》。2010年，《死圣》。死亡圣器上。2011年，《死亡圣器下》。好，长达十年的期间，那么于是在这个十年期间当中，电影不期然的，电影最大的冒险和某些时候被视为电影最大的失败，其实成了电影的成功元素之一，而且成了《哈利波特》流行的我以为秘密之一。那么就是第一部成功选择的三人组形象，在影片的漫长的拍摄过程当中，其实到哈三的时候已经一片惨叫了，孩子们长得太快了，那个中原
骤然长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充满了无名愤怒的青少年。当时有过严肃的讨论，就是是否应该换人来上任，而且有人事后诸葛亮的来指责说，你原本就应该用魔戒的方法，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把《哈利波特》几部都一同时拍完，这样能确保小演员没有长得太大。在拍摄《哈三》之前，经过了认真的讨论之后，人们决定不换演员，于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用网络上的刻薄的说法，就说叫做小正太长成残大叔。我们目击了三个主演，不止三个主演所经历的童年、少年及他们作为年轻的成人的这样的整个过程。于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就是伴随哈利波特系列一步一步出演，人们越来越热烈，但是人们对于男主角的态度越来越刻薄。但是我说这个最大的失败，或者电影遭遇的最重大的问题，其实它不期然地提示我们的东西，就我没有时间展开，我只提醒一句哈，它其实不期然在提醒我们电影的奇观、想象和真实之间的落差。它刚好把一个通常电影会遮掉的真实的元素展现给我们眼前。好，这不是我要讨论的。我说这个失败的因素，它同时成为一个成功的因素。这个成功的因素就是，我们不光伴随哈利波特成长，哈利波特一代人，这不是我们哈，是你们，不光伴随哈利波特成长，不光用哈利波特来标识和记录自己的成长、自己生命的历程，我们还伴随着小演员的形象的变化，真实的一个身体的相互的呼应，来印证着一个生命的体验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就如同哈利波特七部小说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幽暗，越来越从美丽的神奇的儿童故事而变成了成人小说，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过程。所以它成了多重意义上的镜像，原本我们希望在哈利波特当中照出一个理想的镜像，一种不可能的梦一样的自我，但继而人们在哈利波特当中照出的是不甚完美的、痛苦的、在成长当中撕裂与你的自我撕裂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说这个失败的元素不期然地成为了成功的元素。当然我必须提一句，作为文化的研究，我必须提一句，哈利波特的全球成功其实不是用它的流行数，不是用粉丝们的狂热，不是由一代甚至不止一代人的成长的自我标识来呈现的。哈利波特的成功作为一个文化工业电影市场上的成功，它有着一个硬指标，这个硬指标就是那个金钱数，金钱数。那么哈利波特作为一个奇迹，也被很多人们这个热情的传颂的一个奇迹，就是哈利波特如何使用罗琳从一个靠救济金生活的单亲母亲成为了全球巨富之一。人们经常喜欢引证的两组一个数字和一个参照是，凭哈利波特到现在为止，罗琳拥有700亿以上的身家，700亿美元以上的身家。那么700亿以上美元身家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说很难想象和理解哈，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数字意味着他比英女王更富有，他的身家相当于全盛期的比尔盖茨。好，托了罗琳的福，哈利波特的扮演者这个 Daniel也成了全球最富有的全球最年轻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他的身家呢？说他的身家超过英国威廉王子。好，现在我们就看到我后面要提到的哈利波特的英国性，对吧？他作为一个英国的畅销书，作为一个英国的流行写作，他确实与好美国的畅销书和美国的流行写作有所不同。而他的英国性最外在的体验，就是当我们要描述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们要以英国
来做一个有效的参考，以便我们了解到这个作品有多么成功。于是人们是这样的描述的，传媒是这样描述的，说哈利波特是什么？哈利波特是舒适大众，哈利波特是票房大战，哈利波特也正在成为主题公园，也正在成为主题公园，它将构成一个独立的景观。好，这是这个我们说对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层次的描述。好，我们从第二个层次，刚才我已经提到，我说哈利波特的序列有它的英国性，有它的英国性。那么它的英国性的有很多层次，我一会儿再去展开。我们从最表面的形态上看，我说它因为是个英国故事，而且整个影片基本多数是由美国导演拍摄的，但是一方面作者罗琳以前所未有的强势掌控着影片的改编，掌控影片的改编，就是原作者以如此力度介入，恐怕不是绝后也是空前的。而他规定了一个硬性条件，这个硬性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主要角色必须由英国演员来扮演。那么英国演员的形象就给这个影片赋予了好莱坞高度完美的神奇的好莱坞影星不同的特征。而同时大家知道英国的演员不同于好莱坞演员的是，绝大多数英国著名电影演员同时也是多栖电影多栖演员，他们是话剧演员，是舞台剧演员，而且他们多数人同时是导演是编剧，他有一个非常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明星的文化身份、文化气质和表演身份。同时从外在的角度上看，正因为这种哈利波特的英国特征，我们先不说英国性这个非常学术性的词，哈利波特英国性特征英国特征使得影片有着一种不同于好莱坞电影，尤其是不同于好莱坞的所谓 Young Adults 给孩子们看的电影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就是好莱坞电影，其实我自己不是太喜欢好莱坞电影，原因之一重要原因是好莱坞电影的电影语言镜头相对单调，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好莱坞电影对我来说太甜，甜的有点发腻。那么哈利波特的英国特征之一是整个小说系列整个电影系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苦涩，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艰辛。好，那么我们先就从表象的意义上来看一下哈利波特的英国表象。好，一系列英国大牌演员出演了客串了，以打酱油或者不打酱油的方式来扮演哈利波特当中的重要的或不甚重要的角色。那么大家注意到 Richard Harris 对吧，这个老演员他首先出演了丹布隆，出演了丹布隆，那么他在哈尔刚刚上映的时候去世，于是换了另外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Michael Gambon 这个来扮演冈本哈，来扮演这个丹布隆。那么这个使哈迷们这个心碎神离，其实我很难理解这份感情的这个 Snape 教授的扮演这个 Alan Rickman。 那么这是我喜欢的演员哈， Gary Oldman 所扮演的 Sirius Black 小天狼星，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导演所扮演的罗德对吧，这个 Lars Fenris。 我专门选了一张不相干的图片让大家说明英国演员为什么不同于美国演员哈，这是这个Lars Fenris 他所指导的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艺术电影，就是大将军这个克鲁兰把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改编成一部现代战争片，成为今年影坛这个瞩目的一个奇观哈。这就是罗德曼扮演者所做的一个另外的电影尝试，是一个跟哈利波特极端不同的方式、路径、风格面对的目光、目标、受众极端不同的一种这个电影实践。好，这是我喜欢的一个演员是吧 ？Helena Cut 在这里面所扮演这个最忠实的女性追随者。那么艾玛汤普森这个著名的演员、著名的制片人、著名的编剧，在这里
这个西式照明的战官老师，这个 Taylor。那么这个 Maggie Smith， 英国舞台剧的老牌演员扮演的这个MacNeil 麦格教授。所以整个的当时剧组的一个最流行的玩笑是说，最好不要有恐怖袭击，把一个炸弹投到哈利波特剧组的这个所在地，因为那意味着英国演艺界基本消失。如果剧组遭到一颗炸弹的话，英国演艺界就基本消失了。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集中了英国的演员，而英国的演员就赋予这个影片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觉，非常不同视觉风格。好，那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图片，然后进入到对这个序列和哈利波特现象的文化意义讨论当中。我们刚才讲到说，电影微不足道，电影有极端成功，因为电影它以今天所可能有的所有的造型的方式，重现了罗琳的魔法世界的想象，魔法世界的想象。而我在这儿进入图片之前，我先要跟大家这个进行的一个前提性的提示是，我们大家会发现《哈利波特》不同于《魔戒》，因为《魔戒》当中所构造的中土世界是一个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平行的世界，那个神奇的想象世界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平行于我们的所谓现实世界和真实想象世界，而《哈利波特》不是平行世界，《哈利波特》不是异次元世界，《哈利波特》是一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一个镶嵌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世界，对吧？大家回忆一下这个破釜酒吧和对角巷，对吧？我们大家回忆一下这个格林莫广场十二号，大家回忆一下魔法医院。在电影当中，我认为是非常精彩的是这个破釜酒吧的后墙，对吧？如何这个被魔杖敲中的时候，他的这个棺就错误的打开了一扇门，你就走进了神奇的对角巷。然后这个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十一号和十三号，对吧？紧密的重叠在一起，在视觉上我们看到那两个建筑错开来，十二号在我们的面前，那个建筑重组，十二号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那么当然包括电话亭和魔法部，对吧？最常见的火警红的伦敦的景观，火警红的电话亭如何成了一个进入魔法部的一个入口？所以它是一个镶嵌在我们世界当中。这个比较像我经常看的。我说它这个魔法世界是一个镶嵌在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的世界，而且这个魔法世界几乎完全的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镜中像。镜中像，太多的人联想到魔法部和我们今天所谓文明世界的官僚系统，太多的人发现了魁地奇和足球和整个现代体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个神奇的视觉构成，它同时不仅是对一个想象世界的再现，而且是如何实现罗琳所构想的这个把魔法世界镶嵌在真实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视觉形象。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图片哈，包括就比如说著名的图像。2003年我到英国去做客座讲学的时候，一个热情的英国教授带我去了很多很多城堡，到每一个城堡第一句话就说，哈利波特的外景是在这儿拍的，那个是哈利波特的内景是在这儿拍的，哪一个场景的哪一个镜头取自哪一个画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英国人和广义的欧洲人，他们通常对于大众流行是多么的傲慢，是多么的不屑一顾，但是正是这种热情的介绍，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说，哈利波特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成了英国的某种国家文化的国家行为。好，这个实际上 Hogwarts 的最主要的那个景观就取自这个德尔坎杜伦的这个 Central Passage 大教堂。我们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幅画，然后这个重要机关之一摄制组搭建了 Hogwarts 的。这是在摄影棚当中复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场景，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奇观的这个建构。
然后呢，不用说这个格雷芬多的休息室，这个又是一个奇观性的空间场景和电影美工师的这个巧手的一个构造。那么非常著名是整个密室的场景是被搭建出来的，整个密室场景是实景搭建然后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魔法部是搭建的。哈利波特创造很多记录，其中有些是关于剧组的记录，关于电影史的记录。据说他是英国电影史上明星阵容最为壮观的一部电影，这个爱人刚才看到了。但他同时是世界电影史上电影设计组规模人数最大的电影。为什么？因为搭建这个魔法部这一个场景，他就动用了700多个工人。700多个工人来建造这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场景。好，大家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雕像啊，对角像，影片重要的场景之一，也是影片搭建的奇观之一。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拍摄的哈。然后单独的办公室。我只是举例了啊，如果我一一展现的话，我什么都不用讲了，大伙一块儿看图片，这个讲座的过程你们可能很乱于这样，但是我要对得起我的公道，所以请大家原谅哈。Snape 的办公室，然后这个 Hagrid 的小屋，大家看到这个电影的空间哈，然后贝壳小屋，被海边的贝壳小屋，罗娜的家。大家看，整个是被设计出来的这样的空间。好，这个邪恶的、恐怖的教授的办公室。小天狼星的家，小天狼星家全部搭出来的那个景啊。后面我就不一一讲了啊，大家看到这种脑部的。然后有求必应屋，几个不同版本的有求必应屋的这个造型。请大家注意下面的一幅画面，你会发现这个看上去如此真切的场景是如何的在摄影棚当中为了设置需要被建设出来的。它其实没有屋顶，请你们看到下面一个，没有屋顶，所谓的屋顶上面全部是灯架和灯柱，是用来补光的，用来补光的。好，我们再分享几个画面，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电影的奇观是怎么完成的哈。当然，下面我是故意选这幅工作照，因为非常可笑，班德和沃德两个人这么亲切在这里。但是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说魔法部是一堂实景，但是你们看到后面大片的绿色，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实景同时是和绿幕合成，也就是大量的用绿幕遮挡以后后期制作的电脑特技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搭一个真的景，我们在里面演，在里面拍，不是。那个神奇的景象本身绝不是单一的造型技巧就可能完成的。好，同样啊，我故意选择了几个绿幕的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些实景的场景是怎么通过其实是大量的后期制作的。那当一个影片包含了大量的电脑特技制作，同时包含大量实景的时候，他们告诉你们一件什么事儿？告诉你们这部电影是挥金如土的，是挥金如土的。所以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做请你们不要忘记，电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电影将延续成为21世纪伟大的艺术。但是电影的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征有很多，可是有一条特征是令人悲哀的，但首先要记住的，这条特征就是电影与生俱来的充满了机油味和铜臭味。它不光是艺术，它也是工业，它也是商业。所以电影这个艺术的悲哀在于，一个艺术别的艺术家可以说我宁肯饿死要坚持伟大的艺术，电影这个艺术你可以饿死它仍然不能称其为艺术，因为它需要太多的金钱来启动它，太多的金钱来扶持。好，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画面哈，大家看到啊，这个景色我特别给大家这个展示出来，这个 Hogwarts 最后大战的场景，它包含这个银幕背景放映，它包含实景，然后它包含电脑特技，好，我们看到最后在近邻当中拍摄的场景，其实完全是在棚里，这是摄影棚的场景，对吧？
对吧？你们可以看到，仔细的看可以看到那个灯架、灯柱和这个人工制造的草坪，人工制造的草坪。好，这是 Photos 的另外一个场景，下面是密室另外一个场景。我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些暴露出来的摄影器材的灯架。实际上，《哈利波特三》之后，《哈利波特》的眼镜就没有镜片了。为什么没有镜片？因为前三部当中摄制组太多的器材折射在《哈利波特》的眼镜上，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穿帮。所以从第四部开始，《哈利波特》只戴着眼镜框，它是没有眼镜片的。那么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工业体制，在巨多这个巨量的金钱的润滑之下运作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好，再看一点哈，就是怎么合成的哈，神奇的飞天扫帚，神奇的飞地气球，其实就是这样拍成的啊。可爱的多比其实就是抱在手里的那个小小的模型啊，然后其他的都只是后期电影党所创造的奇观。这个曼德拉草啊，神奇的曼德拉草也是做出来的这个模型，而后在电脑特技上赋予它生命的活力。著名的鹰马啊，我在这儿用了台湾译法，我说绝大多数我认为我们的哈利波特版本更好，但是这个译名有点太啰嗦了，叫什么鹰头马身有异兽啊，这也太啰嗦了。那么香港台湾的译法有好多叫鹰马啊，对吧？它就是鹰和马的结合嘛，所以叫鹰马，很好。比如说这个鹰马的形象也是全部制作完成的模型，据说当他们摄制拍摄的时候放在外面，然后所有的行人都瞩目，都感到恐惧，大胆人都过来要摸一摸，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它是美工奇迹啊，包括一些并不很特别的视觉奇观，比如说七个哈利波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特技合成的这种方式。好，我先回去。那么我们接着就说，在讨论了，在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哈利波特》的流行，《哈利波特》流行程度，《哈利波特》流行所向我们直观的呈现出来的意义之后，我们对《哈利波特》进行一点文化的思辨，或者说是一点学术的思考。那么我们说，当我们去追溯《哈利波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我描述这个奇特现象之前，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个，不知道，我想哈迷们一定会知道，但是非哈迷也许未必知道。这部在我看起来真的绝对无害、有益无害的通俗小说、流行小说，我曾经以为是每一位家长都会很欣慰、很放心的让自己孩子去阅读的。因为这本书的洁净程度是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流行读物的，它甚至比如说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罗琳真的非常精心、非常上心。那个细节就是丹佛的生命中的污点，丹佛的生命中的污点是关于对他妹妹，对吧？那么我其实大概是为了命题作文再读的时候，我才读明白他的妹妹一定曾经是被三个人类男孩强暴，遭到了这个强暴以致神经失常，然后他的父亲才会去找这个三个男孩子复仇，杀死他们，宁肯冒犯法律。但是在小说当中我们都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甚至没有任何类似的提示。所以相对于性来说，这本小说以空前的洁净程度而出现。所以我说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让所有的家长非常安心的小说，但是在哈利波特畅销过程当中，我在尤其在西方国家里，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就是这本书极大的触怒了梵蒂冈、罗马教会，触怒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座如果有基督徒的朋友，请你原谅啊，我没有攻击基督教的意思，我只是描述一个哈利波特相关的文化事实。然后以致美国的十个以上的不同的教会组织把这本书宣布为禁书，强烈的呼吁这个教众们抵制这本书，把它称之为魔鬼之书。而著
美国每年有一天叫世界禁书日，在世界禁书日的那一天，大家就热情洋溢要去读禁书，来表明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审查制度的愤怒。那么，以致在哈姆出版之后不久，罗琳的小说成为美国禁书日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说。好，那么我自己完全匪夷所思，也是为了给大家这次讲座，我去请教一个基督教研究的朋友，我说出什么事儿了？我猜，然后他告诉我说，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这是一场作为基督教的邪恶和对立的力量大举进犯的标志。他说，对于你来说，这是荒唐的，这是可笑的，这只关于宗教表达或者文化表达。他说，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说这是一场真实的灵界战争，他有了灵界战争这样的说法。于是我回忆起在哈利波特的流行过程当中，我颇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年长者、成年人，他们去读哈利波特，为什么去读哈利波特？因为他们想明白教会为什么这么愤怒。好，当我这一次反过来阅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发现哈利波特让我很舒服，哈利波特没让我感到反感的重要原因是，从头至尾，作为一部西方的如此畅销的文学性作品，从头到尾他没有流露任何宗教的意味，他没有任何宗教意味。大概如果我们一定是找茬的话，到最后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大对决的时候，哈利波特举着魔杖说你忏悔了，有一点基督教的味道。曾经有北大同学跟我辩论，他说那他们又过圣诞节，他们又过复活节，他们又过什么节，这不是基督教吗？你们注意到，在这个电影当中，在小说当中也只有一次，我们不用讨论那个只有一次的例外了，他没有赋予这个节日以任何宗教意味，他从来没有出现他们应该在圣诞节前夜去望弥撒或者进教堂，圣诞节只是个交换礼物的大好时间，只是一个收到礼物接受礼物的大好时间。好，那么基督教世界对他的愤怒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宗教意味，他没有宗教蕴含吗？不仅仅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真的去追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哈利波特这个小说的叙事特点，就欧洲来说，就英国来说，它是一个前基督教文化与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前基督教文化与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说所谓的全前基督教文化，其实很多哈利波特的研究者，包括热情的博学的哈迷们，他们已经进行了考察，我们会发现哈利波特他首先联系的，如果说哈利波特跟一个什么文本，跟一些什么文本具有密切的联系的话，那我想至少有两个文本需要提到，一部文本就是小说《魔戒》，小说及电影《魔戒》，一部是电影《Matrix》，骇客帝国，这是恐怕最需要提到的和哈利波特有互动和连接的两部文本。那么我们说把哈利波特和魔戒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利波特和魔戒共同提示着一个与欧洲也与英国直接相关的所谓凯尔特文化。那么凯尔特所有的巫师、巫术、尖顶帽、飞天扫帚，所有的那一套仪式和信仰，提示着前基督教的凯尔特文化的存在，凯尔特文化的存在。那么同时凯尔特文化，当凯尔特文化渐渐的，我不去在这做人类学、语言学等等等等讨论啊，因为凯尔特文化本身可以引申出一个大题，我只是在这做这样一点提示。我说当凯尔特文化渐渐的弥散，或者渐渐的消失，或者说渐渐的失败之后，被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之后，我们仍然留下在英国英语文化传统当中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那就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因为亚瑟王、圆桌骑士、凯尔特文化，其实后来成了日本动漫及其电
脑游戏，我就广义的网游、单板等等各种游戏的灵感源泉。它也成了幻想类电影、魔幻科幻电影的重要的灵感源泉。所以它实际上是不断被讲述的。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哈利波特》当中，其实重要的一个对立，刚才我们说《哈利波特》对伏地魔是一组对立，其实《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同时对应着另外一组形象，那个形象就是剑和蛇，对吧？以剑斩蛇，以 Gryffindor 之剑去斩这个纳基米，这个蛇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那么如果大家熟悉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你会知道亚瑟王作为一个英雄被诞生并且被命名，联系了一把剑，联系着如何从一块巨石当中拔出这个他人不能拔出的剑。其实他直接联系着先是这个哈利波特，后来是纳威如何从分校帽当中、分院帽当中拔出格里芬多剑的故事。然后他联系着阿瓦伦，后面我们也将讲到，如果说《哈利波特》当中有一个什么一以贯之的主题，它并不像罗琳所表述的那样的是爱。我说它所表述，它如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如何接受死亡，如何接受死亡，如何接受以接受死亡的方式接受生命的限度，如何以接受死亡的方式认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主题。那么我们说在，可是很好玩的是，在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当中，他联系着几个东西，剑、圣杯和阿瓦隆岛。阿瓦隆岛可能大家都比较木然啊，看来显然不太了解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难道你们看这场动漫吗？就是很奇怪的呀。好，那么我们回来，我们说圣杯和阿瓦隆其实在亚瑟王圆桌骑士当中联系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永生，超越死亡，得圣杯者得永生。而阿瓦隆在至少传出一个版本当中是永生的，就是你到那个岛上，你就可以永远的告别死亡，永远的告别死亡。好，那么他同，所以我在这选的基本上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或者凯尔特文化的一些图片啊，一些图片。那么看来大家对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了解，也没什么兴趣，我就很快的要讲过去啊。它另外一个来源是来自于所谓欧洲中世纪，也就是基督教时期的黑色神秘。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曾经阿拉伯文化涌入到欧洲，大量的阿拉伯的这个文化被阿拉伯的这个书籍被翻译，于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开始盛行炼金术。炼金术，炼金术创把两种物质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两种物质一个是硫磺，一个是水银。你们以后会在很多的流行故事当中看到这两个元素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位置。那么炼金术就从表面上看它是追求财富，因为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但是所有的炼金术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重要的一幕，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这就是秦始皇和童男童女的故事，对吧？你追求的是长生不老，所以财富、权力最终是希望到达不死，也就是对死亡的超越，也就是对死亡的超越。好，那么人们谈到哈利波特，我经常谈到哥特文化，我想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哥特文化表面上看上去它重新启用凯尔特或者是黑色玄秘的符号，但是哥特文化是十足现代的文化，它是甚至某种程度上它标识着现代文化的发生，成为现代文化的起点性标志。好，刚才我就说到它和魔戒三部曲的关联。实际上Times 时代周刊第一次报道哈利波特流行的时候，他用了一段引文，他描述当一本新书发表的时候，人们怎么样的络绎不绝的在开门之前赶去排成长龙，人们怎么热烈议论着前一部书的内容，然后回想着就设想着下一部书的内容。然后他隐瞒这段话在下面说，他说你认为这是一段关于哈利波特的报道吗？他说不是，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关于魔戒系列的出版社的报道。
所以哈迷论的说法就是魔戒是新时代的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子时代的魔戒，它都曾经构成过那样的一种空前的覆盖性的人性，覆盖性的人性。而更重要的就是说，是他们非常清晰的共同分享的凯尔特的文化表象、故事来源、文化传统及其构成，所以它构成这个小说的前提比较多。好，我现在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哈。那么接着我们说它进入一个后基督教的部分，我把这个结论给大家，但是我把下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我再回到这个结论。为什么我们它是后基督教的部分？它是后基督教的部分。那么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张 PowerPoint 的这张 PPT 是，当然是两幅海报，对吧？电影的两幅海报，电影的中国字海报当中的两幅。但是我用的并不是海报的意思，我想借助它上面的两个形象，因为在这个哈森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当中，导演就创造了一个在小说当中并没有详尽提供的空间，就是一个钟楼的形象，一个钟楼的形象。我想他最初设置钟楼的形象是为了呼应小说情节当中的时间转记，一个关于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在哈利波特六的时候，哈利波特与红雀王子的时候，钟楼的场景被用于丹布罗之死。于是在这个故事当中，钟楼的形象，一个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形象，直接成为另外一个表述，也就直接到达了这个序列，我以为这个小说序列和这个电影序列共同延续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生命、时间、生命。如果我们给时间一种可感知的形态的话，那么就是生命；如果我们给时间一种可以度量的方式的话，如果我给生命一种可以度量的方式的话，就是时间。人类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是如此的急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生命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历程。已经告别离我们而去的作家，我很钟爱的一个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生命是减法》。生命不是加法，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我们就开始从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当中减去。所以这是生命的形象。同时我这边用了这个特快哈，这个Hogwarts特快列车，那么其实就是所有的旅行的形象，是在空间中穿越的形象，同样提示着这样的一个意味的不可逆的生命过程，生命过程。好，那么接下来我先，当我说在这个故事当中生命的主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的时候，我把它搁在这里，我再引入第二个主题，让我们共同讨论。那么第二个主题是在这个小说当中，从一开始哈利波特诞生就是非同凡响的，对吧？哈利波特从他诞生那天起，他就被称之为大难不死的男孩，他就是 chosen one， 被选中的那个人，入选者，选民。那么当我们说他是 chosen one 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什么？我们联想到 Matrix 的主人公的网名叫 Neo， 很快他们告知 Neo 的意思不过是 one 的字母的调换，他不是 Neo， 他是 the one， 对吧？那么咱们中文的译名就把它翻译成救世主，他联系着犹太教的弥赛亚，所以 chosen one 就是 the one， 就是救世主，就是哈利波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基督教啊，哈利波特挺基督教的嘛，他就是救世主嘛。但是等一下，哈利波特这个独特的角色是被强敌所标记的，强敌标记他的是什么东西？是他前额上一个闪电形的疤痕。罗琳本人是学习法语和欧洲古典文学出身，所以他的哈利波特当中充满了掌故，所以我毫不怀疑他选择在哈利波特的额头上放一个闪电的疤痕是有意味的。
那么在整个欧洲文学史当中，你要寻找一个人物是以闪电前额上闪电形的疤痕来标识的，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朋友知道是谁？有吗？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哈，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非常令人惊讶的是，那个人物是撒旦。那个人物是撒旦，至少是尼尔顿的《失乐园》当中的撒旦。我在这儿不去展开宗教史的讨论了哈，就是到底撒旦是……我现在我说，在尼尔顿的叙述当中，撒旦是谁？撒旦曾经是上帝身边的天使长。上帝身边的天使长，他是六翼智天使，可以写成炙热的炙，可以写成智慧的智。他因为是智天使，他才有苹果和蛇的故事。大家注意，蛇出来了啊！蛇的这个形象已经出来了。苹果和蛇的故事，就是在伊甸园当中诱惑亚当夏娃，以智慧，以识善恶，以了解获得知识来诱惑这个夏娃吃下了这个红苹果，于是人类永远是从堕落堕入人间。那么有说法是说，六翼之天使天使长和这个伊甸园里的蛇是两回事，这我们去讨论了啊，在尼尔顿里它是一致的。那么在尼尔顿的失乐园的故事当中，六翼之天使天使长 Lucifer 带领天使们奋起反抗上帝的残暴统治，但是不敌上帝的神力，被天雷击毙，不仅从天堂堕落，而且堕入了人间的一个无底的深洞当中。米尔顿的《失乐园》的最后一句是：这个天雷击毙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闪电印痕的堕天使，堕落天使仍然高举他的剑，要继续反抗。无论在米尔顿的小这个长诗当中，撒旦是怎样一个悲剧英雄，我们都知道撒旦在基督教世界当中所具有的魔鬼的一位，他是诱惑者，他也是考验者，他是诱惑者，他也是考验者。那么你们是不是发现哈利波特的形象被基督教会所忌惮的更为内在的原因？但同时你们也发现了哈利波特的形象所具有的比我们表面看来的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故事，或者夸张一点说一个传奇英雄成长的故事更为复杂的一位。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古老的描述有着现在变奏形式，有着现在变奏形式。哈利波特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选民，是一个这个绝对意义上超越性的英雄，但他同时也是邪恶的、诱惑的和被诱惑的形象。好，第二个前提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看这个很好玩哈，这是哈奇下的这个最重要的主海报。这个主海报以老魔杖为中轴，构成了哈利波特和沃德伯的完全对称，完全对称。那么这不仅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对称，也是在小说的意义结构当中一种更为深刻的内在对称。那么我们说，刚才已经讲到，我们把哈利波特和伏地魔的对立，也可以直观的、简洁的看为所谓的善与恶的对立，白巫师和黑魔法的对立。但是我们说，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它屡次联系着一组形象的对立，这个形象就是格林德之剑和蛇的对立。密室一场戏当中，哈利波特以格林德之剑斩蛇，斩蛇怪，然后哈奇结束的时候，哈利波特纳威以这个格林德之剑斩去这个拉基姆最后的魂技。而同时他强调复生的威猛有着蛇的造型，我们可爱的这个英俊的演员的形最重要的电脑变形就是把他那个很坚挺的鼻子抹掉，给我们两抹这个蛇的鼻子，也就是两个裂隙。
那么所以整个的故事变成了一个蛇对剑对蛇的故事，在剧情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两个学院之间的对决，对吧，两个学院之间的对决，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后基督教的基督教表述，后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表述，因为剑和蛇或者 Griffin 的象征狮子和蛇，更为准确的是基督教世界当中的基督和敌基督的形象。所以没有基督教意味的哈利波特背后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包括基督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化的隐喻系统，隐喻系统。好，回到刚才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我可能要超时哈，对不起，我会快一点把它讲完。我说回到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哈利波特当中故事想象飞扬，故事神奇，这个一直在有新的高潮出现。我曾经冒犯了哈迷情感，就是我说哈利波特一本比一本厚，而哈利波特的情节的细腻性一本不如一本。到了后面几本的时候，罗琳好像奋力的挖坑，奋力的制造这个新的悬念、新的冲击，而以致到哈七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被逻辑的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解释，以致他要借用冥想盆。冥想盆就是倒叙技术，就是电影中的闪回嘛，啊，因为我们经常开玩笑叫做戏不够闪回凑。对吧，就当这个故事你讲的全的时候怎么办，你闪了一段，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这个冒犯了哈迷的情感，但是我倒没有因为冒犯了哈迷情感而改变这个说法，倒是一个另外一个哈迷的很有力的补充和提醒告诉我说，这也许不关罗琳的才具，不关小说自身的质量，是因为围绕哈里波特的流行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我有把握说前所未有的特定的后网络时代的以 iPad 所标志着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介双向互动时代的文化现象。那么就是到了哈利波特三的时候，全球已经拥有五十万种以上的成人书，就是所有的哈迷不光满足于阅读哈利波特、沉迷哈利波特、考据哈利波特、颂扬哈利波特，他们续写哈利波特，他们根据罗琳所有的细枝末节的暗示去继续编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每一本哈利波特出版之前已经有几十万本同人书摆在那里，他与致使罗琳不能去抄袭同人书馆，所以他必须偏离他最早的也许是相当缜密的构想，去另辟蹊径，去另辟线索，去另外挖坑，另外制造悬念。我觉得这个补充，他其实我只是说罗琳被同人书逼得走投无路，罗琳为了避开同人书而做出了很多很多调整，这或许是让我这样的一辈子读小说的人不满意的原因之一。以后我根据他的提示我去做了一下资料，我发现真的很恐怖，真的很惊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利波特现象远不是文化工业或者文化市场上呈现的那个风俗所可能拿走。我们再回来，我们说这个神奇的波澜迭起的前后历时十几年的长篇的连续剧式的流行文化现象，好像非常繁复、非常斑驳，它引起了无数多的索解、无数多的这个讨论。但是其实细追起来，它的主题相当的清晰，它的主题也相当的单纯。它的主题就是什么是邪恶？邪恶就是僭越死亡的狂想。什么是正义和善良？正义和善良就是接受人类向死而生的事实。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幅图片哈，所有的邪恶是什么？所有的邪恶，第一个故事围绕着魔法石或者叫哲人石，
哲人行也是什么也是长生不老。然后接下来是对死亡圣器的寻找和追求，而死亡圣器当中的核心的东西叫复活石。如果复活石隐身衣和老罗帐同时到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将成为死神的主人，你将成为死神的主人。而沃德莫的邪恶是在于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再一个魂器，希望借助魂器而永远的战胜死亡，在世界上长生不老。那么每一集哈利波特去挫败和战胜的，都是这些试图凌驾和超越于死亡之上的愿望。但是导演对这个作者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并不仅仅在一个单纯的层面上，就是邪恶的人试图僭越死亡，而善良的人本分的恪守着生与死的逻辑和规律。他设置了另外一个层面，其实相当感人。这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不光恐惧着自己的死亡，我们同时经常无法承受一种离丧的创痛。当我们丧失了至亲的人的时候，当死亡把我们至亲的人的生命夺走的时候，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我们的疯狂，使我们想超越生死，想超越生死。他当把这个层次设置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有故事当中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场景，非常有趣的道具，就是所谓的俄里斯魔镜。俄里斯魔镜，大家都知道，所谓俄里斯魔镜是 desire 这个词倒写，欲望这个词倒过来写，对吧？就变成了 reset 这个魔镜，俄里斯魔镜，Irisite 魔镜 ，Irisite mirror。那么，哈利波特在第一次面临俄里斯，第一次在俄里斯魔镜面前，他看到了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他所有的家人，看到他们亲切的环绕他、守护着他。而当小天狼星被杀死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想寻找各种力量带他穿越死亡，穿越生死的间隔。所以我说，在这儿他又一次把正邪、黑白的对立变成了一个其实包含了多重的相互转换的东西。如果我们说哈利波特对应着沃德摩，对立着沃德摩，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生与死的主题当中，丹布尔、邓布利多是一个居于他们中间的形象。他分享了哈利波特式的情感，就是对痛失亲人的创伤。所以大家都知道，每很多哈迷都考究了这一点哈，就是说。哈瑞问了一个不知深浅的少不经事的问了丹布利多一个问题，说那你在俄里斯魔镜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因为通常我们看到是我们最隐秘的愿望，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告诉别人。然后丹布利多给了他一个很真实的又很狡黠的回答，他说我看见我自己手里拿着一双厚厚的毛线袜。我说很多哈瑞都考据了，在英语当中，在西方世界当中，毛线袜象征着血气，象征着亲人。所以当这个一样，他在俄里斯魔镜当中看到的是和妹妹、和爸爸妈妈、和兄弟团聚的景象。他希望他最深切的愿望是战胜死亡，挽回因为他自己的年轻张狂不慎而失去了生命的妹妹。所以他跟 Harry 共享一份情感，但是同时有趣的是，他和沃德摩共享一份情感，因为年轻时代丹布利多曾经和此后著名的黑魔师格林德沃有着深刻的亲密的连接。罗琳在一次访谈中说，他认为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一对 gay couple， 他们的关系原来远远超过这个亲密朋友啊。那么他曾经和他一起，他们的友谊的重要的基础是他们对死亡圣器的渴望。他们认为，如果他能找到死亡圣器，将成为死神的主人，他们将凌驾整个世界。而同时有善良的哈尼说，哈利波特毁掉这么多的这个魂器，他们也没有被伤害，为什么丹布利多只毁掉了一个魂器，他就有一只烧得焦黑的手？
我认为这个不是优秀哈姆尼，他看得不仔细。你看得仔细一点就知道，他这个丹布多最后使他致死的那只交配的手，并不是因为毁掉魂器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他认出来这个魂器同时是复活石的时候，他受到了诱惑。他把这个既是复活石又是魂器的戒指戴到了他的手上。换句话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如此成熟睿智的丹布多，仍然受到超越死亡、凌驾于死亡之上的诱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叙事结构，非常有趣的意义结构。所以我们说，其实他所战胜的邪恶，就是魂器和圣器所共同代表的那样的一种想凌驾于死亡之上的东西。但是好玩的是，我们会看到这种凌驾于死亡之上的东西，在故事当中以两个线索来呈现。一个线索就是直接的呈现为对生命的尊重和死亡的丑恶。那么没时间了哈，大家都知道，在整个故事当中，每一次哈利波特和沃德姆直接面对，他们要进行大对决的时候，永远叫做处理武器对阿瓦达索命。永远的通灵武器对阿瓦达索命，一个是只是缴械，对吧？要求放下武器，解除冲突；而另外一个是直接的对生命的枪杀。他用这样一个所谓和平对死亡、和平对杀戮来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叙事线索。我上次讲座时犯了个错误，我说哈利波特作为决定和平的象、绝对和平的象征，他永远是通灵武器的。而且最后仍然是沃德姆杀死沃德姆，对吧？从来不是哈利杀死沃德姆。再一次的，他的魔咒弹回去，自己的杀人魔咒弹回去杀死自己，所以他从不杀人。而且我曾经做出结论，他从不使用不可饶恕咒。后来我发现有一次他用了一次，对吧？他还是有一次例外，但是他基本上不使用，他以做一个绝对和平的形象。而沃德姆作为一个绝对杀戮的形象，但是我们说沃德姆的邪恶，整个故事中的邪恶甚至惊悚的意味，都来自于沃德姆杀戮。一个恶魔，一个纳粹恶魔，一个希特勒的魔法版，杀人是不惊讶的。丑恶在哪？丑恶在于他通过杀戮撕裂灵魂，制造魔气，制造魂器。于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引申到了后基督教时代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为什么如果有可能我们能够超越死亡，我们不超越死亡，我们要恪守人类向死而生的本分呢？因为超越死亡将你付出灵魂的代价。灵肉的二项对立，大概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元素之一。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它不是我们的基本逻辑，我们道教的肉身登仙大概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简单而鲜明的例子，说明这种文化的差异。所以我说在哈利波特当中是前基督教文化和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而通过这次相遇，罗琳成功地修复了一种传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这个人是有限定的，这个人是不完美的，这个人是被种种种种因素归约为也许相当的微末，也许相当的有限。但是所有的这些限定，尤其是不可逃脱的死亡，决定了人之所以成为人。我要说基督教教会、罗马教会短视了，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当罗琳修复了人的时候，他也就间接的修复了神。因为罗琳所修复的这个人所面对的并不是基督教凯尔特后基督教无神论者，他所更直接面对的是今天在世界上正当其时的所谓 post-humanism 后人道主义，或者叫 trans-humanism。 因为在今没有比今天我们更临近一种战胜死亡的可能性，比如说据说20年以后我们可以，好，比如说克隆技术已经完成了，比如说据说20年之后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记忆，
下载我的记忆，比如说在网络上一个模拟你的全部生命的网络人，已经在硬件上成为可能，以致未来著名的法国未来学家在他的一个著作当中告诉我们说，21世纪人类重新进入到一个角逐千秋万代、永生不死的时代。可是我们即使完全不在宗教意味上，即使完全不关系基督教，我们还要反身询问说，当我们可以设想我们的身体逐渐被机器部件所取代，当我们设想我们将停止时光，当我们设想最终我们将用机器人的形态存在，或者更为乐观的说，当我们把这个地球彻底糟坏掉，当这个地球再也不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将以粒子的方式发射向宇宙。如果所有的这个乐观的发展主义的想象将终结我们对于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地球、今天的人类、今天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逻辑的秩序，以及我们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而同时我们还即使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做，有人经常对我说叫做人生不满百，何必常怀千岁忧，对吧？你操什么心呢？你能活几天呢？好，如果说这个成立，我们只管相信一个科学的，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和基因工程的未来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类获救的希望，那我们仍然反身要询问，在这个未来的世界，在这个 post-human 的时代，后人类的时代，那么我们作为世界的主体将如何回答何为人、何为自我、何为主体、何为主人、何为生命的意义以及存在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我们理解哈利波特给我们如此的温暖、温情、抚慰的地方，但这也是哈利波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主流，而且必然成为主流的地方，因为它以一个温暖的成长的英雄传奇的故事回应了并且关闭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却在现实的各个面向当中，在理论思想各个面向当中以包围的方式避向我们。所以好，我们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再次回到这个故事，我们发现故事的结局其实是一个以从容赴死来呈现生命的最高形态的故事。哈利波特啊，从容赴死，整个霍格沃茨全体失声，挺身抗暴，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的集体自杀行为。小说比电影比小说更强化了小说有意为之的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对吧？就是以集体之名。好，我说确实哈利波特把我们带到了哈利波特旗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故事的终结，但是这个故事所携带着关于我们的时代、关于你们这一代人，也许同样关于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关系下一代人的那个所有的议题，事实上以更为真切和更为急迫的方式在延续。谢谢大家的努力和听众。
悲哀、我们的荒谬等等一切的一种展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做展开的评论了，还是把时间交给下面的各位，也许是已经很焦急的同学们，欢迎大家向戴教授提问。时间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好吧？咱们同学，那是第一排同学，请把话给他。喂，戴老师你好，那天有个人啊，听你讲课，所以有时间请问，所以有这些计划，先请教。谢谢。居然给我交两次吗？那天那个，我忘了讲多少话了，但是我那天有一个同学是你家这个作品的时候，用一个词说是罗尼送给库勒子弹时代的一个微星人，这是我想起一个他的微星作品，就是托尔金的《指环王》，被称为冷战时代的魔幻影片。但不管是罗尼魔法世界、托尔金的宫廷世界，还是波罗斯基兄弟这种网络的精神与世界，以及最近流行的元代码盗梦空间的梦想世界，当他们进入中国的文化领域时，产生了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大量的所谓玄幻的文学的产生。那条中国山海经、搜神记到《西游记》的传统玄幻叙事传统，与这种凯尔特式叙事传统、维加尔叙事传统的杂交杂糅产生了第，我觉得是第金庸武侠和这个琼瑶爱情和这个科稍微说一句话，就是科幻世界以后最重要的大众通俗文化现象。据说是哲学家认为是古中国文学这种专门用语言。那么我想请问您，作为一位学者，如何解读这种客观的存在的大众消费的文化现象的变迁，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谢谢。流行或者新的作家、新的文化，大概是五年前，由一个同学提示给我看大量的中国新的玄幻和科幻小说写作。我自己的评价是说，这些写作就文学自身而言，超过了很多成名作家或者主流写作在想象力和文字里面都超过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总体上这样的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也看到我所观察的这样一个现象，我大概。这个问题太大了，事实上大概用非常简单的三点来回答你。第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本身呢，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抓到我在这个上没有提到的一个东西，我说恐怕中国的玄幻和这个科幻写作，它准确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非政治化的因素，同时我们看到一个非历史化的因素，使得在这个写作者他整个的这个想象的来源和他的这个知识谱系已经不再区隔，没再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区隔，在他的想象当中，我们真的有这样一种穿越的自由。所以宋史和罗马史，对吧？这个《山海经》和这个《凯尔特》就可以如此的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从一方面我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想象，这样的一种胸襟。但是那方面，我觉得我很悲哀地看到，就是当历史纵深感消失之后，人们会一厢情愿地想象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共享一种世界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这是悲哀里面。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觉得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对我的震惊和让我欣喜，正在于他们确实在这样一种同步的想象当中，进入到了一种对发展主义、对科学崇拜、科学神话的一个强有力的反思和质询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后冷战时代的礼物。但是总的说来，我是觉得就是非政治化，中国的这个有效的非政治化的逻辑是通过历史通胀消失，通过历史通胀消失，大概穿越步步惊心式的穿越步步惊心式的穿越的流行本身刚好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被消费化和历史纵深感消失之后的这个物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呈现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罗琳和这些小说的不同，就应该是我们的科幻文化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是比罗琳更有活力。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说罗琳其实有相当清晰的政治自觉和现实自觉。那么所以我说，你可以以为你可以讨厌政治，你可以讨厌意识形态，但是其实你逃不脱这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实生存的这个政治网络。
好像跟那个完全无关的罗琳的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更多还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至于你提出的其他的更丰富的东西，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进行交流。谢谢。
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故事的那个叙事技巧，那个意义的完整，远不能和前，尤其是前三本比较。因为我是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损害，就是《哈利波特》从头至死来完成这个我们遵循生死的计划和规律，但是《哈利波特》死而复生，设置出了一个雾蒙蒙的国王十字车站，他还和丹布德再见面。于是那个前面的那个滞痛也被缓解了，对吧？也被改写了。本来就是说他的哥哥多么希望能够再见自己的父母，他多么希望能够再见小天狼星，但是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次他再见丹布德，而且他从死亡中死而复生，从死亡中回来，我认为这个极大的损害了，极大的损害了这个小说的一以贯之的原因，一以贯之的原因。但是他不过是用了，我觉得罗辑还是挺有办法，用了很多的这个技巧，用了很多的技巧使这个不完满的戏剧性场景变为可信，就是至少对愿意相信的人是可以相信的。但是我是认为这损害了他对就整个一以贯之的生与死的这个对比和死亡的绝对，没有人从死亡中回来的绝对。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损害。不过他把那个共有灵魂转变成共有血，使这个戏剧性得以成立。可是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是败笔，我这里来是败笔。那谢谢您。那么我们再一次对戴景华教授今天在这个白光中来跟我们做这么一次，我认为不是特别精彩，但是绝对深刻的、非常富有启发的一次讲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